Homes 一分钟科普，带你了解美国地产。拥有房子以后，每个月都有哪些固定支出呢？什么是 PITI 呢？假设房子是贷款购买的，那么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主要包括 PITI 加 HOA。 PITI 就指的是 principal 贷款额或本金， interest 利息， taxes 房地产税， insurance 房屋保险， HOA 是指物业管理费。举个例子，假如小明呢在旧金山买了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的公寓，总共花费120万美元，其中他首付了20%，也就是24万，贷款了80%，也就是96万，然后贷款分30年付清，年利率是3%，每个月物业管理费500美元，一年房屋保险费800美元，每年的房地产税按照购买价格的 1.25 来算，那么呢他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总共就是5864美元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们是 Sala Homes， 买房卖房，投资盖房，专业而又值得信赖的一站式地产服务团队。